来帮忙呢。好久不见。先设一个临时收费处在这里啊，那个临时收费站，对。好，欢迎来自吉利啊，收200。为什么会割伤？还有那个小钱的话，不要咬我！不要说他是高手，他很喜欢跟人家玩。他看到狗都没反应，看到人家没反应，你标准号把自己当成是。真的吗？真的。2007年9月16号早上5点，平林什么花卉的。你们就是那个昨天来探路，对不对？对。小金先来探路了。又一台。九七八一。怕生。教哥，今天第一绯闻男主角，是你好不好？好久不见我在防蚊贴的，今天有防蚊
街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叫你什么。啊、我也玩有白问街。大肉圆。还在背水瓶座对不对？对呀、啊，珍妮啊。珍妮，珍妮，珍妮。还有没有？还有。全台湾只有一个，我们的小丑计程车来了，外国人。客气。好、哦，文成。计程车。来，你们到了。特许。你的计程车在那边啊。哦。哎、欸。文成，哎，要不要报道一下有没有？67颗星，超级超级赞。哎，哇，太好了！你要不要买 DV 我卖你好了，好辛苦哦。快青春少女脚踏车记，热血少女，这种热血路线，热血快点甩尾一下，哇骑不动，热血的泡茶工具耶耶、yeah, yeah. yeah. 啊就是你的那个瓦斯炉哦瓦斯炉居家凉拌烤肉必备我是帮忙拿的啦他们是那个饮料组的当然要提供饮料我就是只来一个小鱼没有来对呀、啊、没有冰饮加台湾送冰块来冰饮从那个从虎口对虎口慢慢赶上来好我还没有问你不行我来就过了吧哦今天是什么鞋子分开太不搭了红色鞋子哇塞超可爱太不搭了啦那时候就是这样哦超级好你老实说那个是你未满40岁的照片没有啦只有三年吗？看不出来哎、欸。三年了，老弟。哦，没有看。为什么差那么多？玩爽啊！那刚进去的时候吧。没有照片。哎，下次给他照片。坐在坐的时候就3公里。下次来的。现在68了。太多了，不要丢他1分20秒了。来没多久就说我回家，那就很惨。请问你们是小鱼儿那个 team 吗？传说中的。哎，我知道，那妹。Money， 过来了。Money， 过来。Money。Money。原来热血少女在这里，你有启动了吗？你可以骑一下，让我拍一下。快，趴车小弟，趴车小弟。健身赚那么凶，一定要多一点。我们健身是非常凶的，你不知道吗？三大现在前往烤肉区。哎，不是讲啦，听无啦。我不在啦，哎，你没人来打扰你听。我这边那个，我还可以啊，我怎么弄？现在搬东西好不好？现在那边帮忙搬东西。好啊，来搞一下。